了解。新建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一起用双手认真的来组装这一个车站的这个地架。有时候停到一半的时候，那边有鱼货的话，还飘到车上来到台北去卖。那这边的话，就是当时的车站外面有一些小摊贩。那你会去？南国市。不知道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，他上礼拜五。